看一下小雅子跑到我的斑鸠的窝里面去了，又把斑鸠踩一次。第二只黑乌鸦出着出着卡住了，出吧出吧出吧，它水分不足，它这个里面干了。来看小鸭子，醒了没有？开了开了开了，员工破格了就容易死毒哟。好好好好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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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缠。他们不是用嘴巴啄开，他是用背部顶开。最开始的一个口子是用嘴巴啄。你会看鸭子，好，出出出，用力用力，哎呀，好了，没有活力，接了一个吧，饿不饿？吃不出来。哎呀，给你找了个小同伴了，他一直待着，他很那啥，一直待着很舒服。他妈的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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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许学天天。好多苍蝇，这里面暖和，苍蝇都跑进去了。今天降温，跑到这里面来跟小板就挨着一起睡觉。这个好活跃，但很怕人，没管他。出来跑一下吧。别咬他，欠揍。八个还好，八个不咬他。别咬他，不准咬，不准咬，不准咬，打你。昨天你是看他弱，就咬他，欺负他。哎呦，吓得一群。有点怕，有点怕这个。站好，让他认一下人。认主，好怕人，一天没管。然后跑到斑鸠里面睡着，别把斑鸠咬死了。这鸭子很皮实，比克莱鸭的野心要大。有点冷，降温了。认识我了没有？下来跑两下。好，认了。大哥，认识了，这样就认识了。看，开始左手了，刚刚怕的要死，跟他待一两，待几分钟，放在手上，他就熟悉人了，他就把你当妈了。你看他去不去得来？他可不像克尔鸭了呀，灵活得很。基因强大，克尔鸭已经退化了。